爸爸。那凉放下了？对呀、啊，凉放下。快点，快点进来。好嘞。我们学校又发了一个临时通知，说我们又要上网课了。对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学校拿书了。你两个抓紧，还戴好口罩，骑车子慢点啊。行。好嘞。快点去，快点去。天那么黑了，还是我带你两个去吧，咱骑恁恁三轮车去走。行。你都穿暖和了。好嘞。走。拿着口罩得做好防护。现在是晚上9点多钟，我们又得去学校拿书了。那两个妹妹呢？别慌慌，快点进去吧，快点。来看看老二的问问我的个亲娘嘞！你看这都是干干净净的。你咋造的呢？还有纸嘞？书包已经拿来了。来上来，好。因为突发情况，所以我们三个人已经拿完书回到家了。哎，爸爸妈妈咱们一个家里边。你妈感冒了，自行隔离的了。哦，行。你妈这几天不在家，你可得好生相处，可不能吵架。好，行。作业都按时完成啊。OK。我妈妈已经成小阳人了，所以自己出去隔离了，以防万一再传染给我们。所以我们三个人只能搁这一个大房间里面睡了。怎么你们两个一来，我这个屋怎么就那么乱呢？谁知道呀？你们两个人的作业都写完了吗？写完了。那行，那你们两个先把这屋给拾到一遍行不行？晚上还得我们一起在这睡觉呢。嗯，我的作业现在到10点了还没写完呢。啊，这边都是老二的作业，写完了也不知道收拾起来。你就不能长点记性吗？写完作业不能收拾起来吗？我刚才不是陪你去拿书了吗？啊，行行行，那你现在抓紧收拾了。拿几个小挂钩挂在门上，他们几个拿外套好穿，也不知道贴在哪里了，就贴门上吧。这样一挂刚刚好，开窗通通风。哎，你们两个在家里面得做好防护哈，多洗手。好嘞，好。现在都去洗个手，消个毒去。好。人家都用这个黄色的肥皂洗洗。好的。每天都多洗几遍哈，消消毒的。好。哎呀，你看这个地上脏的，我赶紧把它给拖干净。我也得赶紧洗一个手。明天就开始上网课了，我得提前把这些书给准备好。我的书已经全部摆整齐了。老三，你是不是明天还得上网课？对呀。那你把书都收拾好了吗？没有呢。赶紧去啊。好。老三明天只能在这个茶几上面上网课了。因为妈妈屋有细菌，所以我们几个人都不能进去。这是昨天剩的蛋糕，你们两个人要吃过？吃。吃完你们两个人都把牙给刷干净哈。嗯。二姐姐的脚丫子太臭了。哎呦，你看你的袜子能不能换换？你赶紧去啊，换个袜子，然后把脚丫子给洗了。嗯。这是爸爸给我们煮的金银花，都是清热解毒的，一会我们几个人都要喝。给你们这饮食再喝一瓶这个，可别忘了啊，给他饮一瓶。好，一人一杯抗病毒的药，喝完它哈都。啊。良药苦口哈，这个不好喝，一口气喝完它。啊。好，这样吧。我知道这个味可难喝了，但也得喝完。这个金银花也煮好了，每人喝一杯，都给倒出来。老三，过来喝你的药。好的。都喝完哈。嗯。赶紧的，时间也不早了，赶紧洗洗睡觉去了。我也得把这一碗药给喝完。大森在这屋跟着爸爸睡觉，赶紧的都躺好休息睡觉吧哈。嗯。晚安，有家人们，拜拜。